从下面排水排那个样子。来买东西，我又买了一个旧了，大排档。哎呀，买那个跟嘉宾结嘉宾在租房时是在嘉宾他那边那个叶阳的在，他在卖的，他在我们家请打工的了，员他是员工，那个一共六点啦，啊那个规定啦，啊一天一千，哈哈哈哈，下班到家，我今天的苹果，姐姐学校的香蕉，那是梅果，点心是梅果。嘿嘿，你是班长吗？共20/80/100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假期我刚打扫完房间，现在我们要出门吃午餐，然后顺便帮小朋友买鞋子。我们要去嘉义的奈斯百货公司。今天我们要去嘉义。门先办，魁星中间的就是那个魁星，跟他说你是谁。
走，跟妈妈一起这样，姐姐你放。姐姐，你需要吗？我需要。好，跟之前的，谢谢。对，你有没有？爸爸去烧金钱，之前。好。拍照了吗？啊，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们公司有团建，然后来到了古坑这边的翠华会馆。等结束之后，我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感受。